我一个好怕着群嘅人，唯独呢一次我拒绝唔到，因为新娘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爱上嘅人。其实咧，对人有感情是好事嚟嘅，不过就唔好咁早啦。咁不如嚟试下中意一啲人哋唔俾你中意嘅嘢咯。男就揽嗰条腰，例如咧，我啊，上到大学咧，你好快就会唔记得我噶啦。你中意女人噶嘛？系啊，个女咪遗传晒你咯。其实老豆唔系介意你同女仔玩啊，其实老豆都中意同女仔玩嘅，系咪？佢哋唔中意同我玩啫嘛。咁呢啲 confuse 喺女校里边。成日都会有的啦，可能是错觉呢。李心怡，我都不明白，只要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这个世界有什么我们解决不了的？心怡，跟我去美国吧。我拍拖了，骗男仔。我和李心月并无任何亲密关系。如果你想找男朋友，记住找我。如果我是30岁都仲是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觉得我们中学那段是不是爱情啊？